Thought I could run away. 老年狗最常见的病症就是心脏病，这不是因为你们没有照顾好。陈德云的眼睛还能好吗？可能是吃不好了。你把他送走好不好？我真的受不了了。真要把我带走啊？走了，拜拜。以后你还会给爸爸打电话吗？那猫是咱俩的。咱俩，我连你那半也弄丢了，对不起，你一定要原谅我。不是人家不要我，是我把他们弄丢了。年级第一的陈乐园，你要让这个世界看到你，所以千万千万别放弃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这不还有我呢吗？相信我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以后再也没有别人能欺负你。